羊粉肠。超级香啊，里边是有油的。老好吃了。能吃牛羊肉的，能吃肥的，去拍它啊！咱家这里边是有油的，但是油不是说想象的那么多、那么多、那么多啊。空心无油的拉丝大肠啊，想吃的下方小黄车直接去拍。好烫啊！刚出锅呀。特别特别香啊，一包250克，至少是两个大肠头啊。空心无油拉丝大肠，想吃的下方小黄车去拍啊。呀，辣椒。回家少油煎着吃，煎出酥皮来就可以了啊！98两包，146是三包，小黄车里面直接下单。拉丝大肠。想吃的下方小黄车去拍啊，98两包，146三包。特别香。OK。OK。牛蹄筋儿老好吃了。想吃啥呢？牛蹄筋儿，辣啊，闺女。妈往里搁辣椒吧。想吃的下方小黄车去拍啊，69一包，一包是400克，精华啊，满满的胶原蛋白。我吃啥呢？你想吃啊，姑娘？一会儿妈给你洗一个，这也太辣了。什么？啊，想吃的下方小黄车去拍，96两包，142是三包啊。哎，这么贵，贵贵。一包是250克，最少是4到8个圈啊。想吃直接去下单就可以了。特别好吃，非常入味啊。接着吃这一盘粉条子啊，明明是羊肠，变成了没有模样的羊肠。味道不差啊，就是散花了。好吃。你瞅啥要吃啊？嗯，吃你吧。我不吃了，我家孩子要吃。